好，我们来走究竟不一样的手势。OK， 好。啊，中间后方是不是？中间后方有刚举手的，谢谢。好，再看一下中间下方。再往右手边一点，谢谢。右手边，左手边我们这边还没有拍到哈。左手边，我们调整一下位置。OK， 好，看一下，好，再回到中间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阿库瓦原少年。我是阿库瓦原少年的李炳玉贡丸。我是阿库瓦原少年的 Worship 徐荣道。我是阿库瓦原少年的风鸣。我是阿库瓦原少年的易阳。我是阿库瓦原少年的林玉佳佳佳。好，欢迎阿库瓦原少年啊！在后台的准备的时候，其实就有听到台前的尖叫声了，所以那时候其实心情是非常的振奋，然后感觉啊，赶快上台，因为我们其实之前过年的时候来过一次，那时候是跟极限震撼一起演出这样，今天是第二次站上小巨蛋，所以非常开心。所以这样，那像今天那个表演的时候，我记得最后还有一个大家一起合跳那个舞蹈。那今天这个演出的感觉，因为跟自己团里面的表演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，那个心情是怎么样的？因为我们昨天彩排的时候，光是那个 part 就应该有彩了三四个小时了，对，有这么长时间啊！我们一路到凌晨两三点才离开，所以是晚上的时候开始，然后一直到了凌晨，对，辛苦了辛苦了。那这样子晚上没有休息，今天的这个体力还 OK 吧？还 OK， 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的，当然希望透过今天来到 HitFM， 谢谢你们，谢谢。